冯老板今天不是唱武家坡吗？这是什么扮相啊？这是放下了。高祖爷咸阳邓大宝，这才是当年的侯玉奎啊。一空山火落，他的声音里面有杀气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出有关于性命生死的戏。能听出来有杀气，你比大半个梨园行都强。我倒是听出了点豪侠之气，而且越来越浓。二爷说对了，侯玉奎年轻的时候真做过豪侠之事，他为兄弟讨还公道，闹出了人命，幸亏衙门里有大人物保住了，只做了一年牢，出狱之后反而更红了。人们都说他讲义气。玉哥，我打算写一出新戏。好啊，新戏我又唱不够，你要写什么？离合之情，兴亡之感。说话算话，你要是半途而废了，我管你在法国海边什么小别墅，我给你揪回来。成。你别说，幸亏咱们签了，他们这伙人真杀人了。他没了呢，他。爹，你赶紧唱吧，爹。爹。侯老板改词儿了，奸他词儿改的听起来要出事儿啊。他哪一声的呀？开铁面啊。笑啊！爹，
成什么样了？爹！侯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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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当初老佛爷就评价侯玉奎刚不能朽，饶是他忍了这么多年，终归还是没法违逆本性。老佛爷慧眼如炬啊！哎呀，老侯啊，老侯啊！就最后一口气儿了，你怎么就忍不